吴亦凡一曝光恋情，女方早年学生照流出，网友这什么神仙颜值。吴亦凡的颜值在娱乐圈中真的属于前几名的那种，即便是现在他长胖了，但还是很帅气的，大家都一直粉他。可是最近吴亦凡真的是疑似被曝光了恋情了，有人拍到他和一个女生很亲密的现身，两人手牵着手，看上去十分的甜蜜，而且女生看上去好像是素颜的样子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还记得之前吴亦凡在向往的生活中还给自己征过婚，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曝光恋情了吗？而且女生现在还是一个学生，早年的学生照流出后，很多网友都在惊叹吴亦凡的眼光，果然好看的人只和好看的人在一起啊。女孩穿学生装的样子真的是太美了，几乎是纯素颜的样子，那个时候的她看上去还特别的清纯，很多网友看到她的样子都直呼这是什么神仙颜值。